请神光剑发现了你不是英奇，对你产生了逆反心理。你赶紧从他的身体里面出来，让他来降服这把剑。我也想从他的身体里出来。你，但是可能需要你帮个忙。要我帮忙？什么忙？姑娘，我听到了他内心深处的呼唤。你只有完成他内心最深的执念，才能够唤醒他的意识。什么最深的执念？你确定让我当着他们俩的面在这儿？你快点说吧，没有时间了。好吧，那我就得罪了。成功了没有啊？你看那边。出血神光剑。今天活该。重生走。
才多谢你们出手相救。举手之劳。我们的船就在岸边，你们可以乘船离开。多谢。进来，走。快走。